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K。我本来是想要睡觉的，不过我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屁股肉竟然是更新了。我是不懂几时更新的，只是我突然发现，诶，屁股肉更新了耶！然后我去哔哩哔哩搜索看是不是已经更新了几个小时，只是我没有注意到。结果还没有人发布新歌的视频，所以我就。好吧，就让我来做第一个录制这个视频的人吧。我终于可以去睡觉，我忘了我还要剪，还要剪视频。